月黑风高，主上突然一把把我摁在了床上。他说啊，不要不要不要呀。然后呢，他说孤药孤药孤药。娘，他夺走了主上的珍藏。倘若宗室知道夫人生了个女儿，恐伤我全之望。今夜生的是儿子，是未来的木西城之主。你在教我做事？主上手上为何拿着月饰带？主上，你得痔疮了。哎呦娘，主上不知道从哪儿带过来个野女人，看就是屎壳郎钻到花生里，不是好人。收起你的虚伪的嘴脸，你结果不就是为了刺杀姑吗？我是因为爱慕主上，不惜挖了地道，先偷偷窥你。这女人非同一般，本公主担心她会坏了我们的大事。凡是本君喜欢的，就一定都得得到。你别太过分啊！天下第一刺客名号，花钱买吗？你真的会陪我一辈子吗？不，是十辈子、百辈子、千辈子。我拭目以待，我可不是什么关三妹，姑乃木西城主叶昭南。这就是天地乾坤锅。妹姐，你竟然知道这个，你真是见多识广啊！难道这就是奇妙的命运呀？